95历史的香港医学博物馆将在7月2日举办筹款音乐会，到时会邀请王杰表演。这个博物馆其实真的是蛮久历史的，而且我觉得我们有这个必要去保护它的存在，因为可以让很多香港的一些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他们可以看到以前的医生跟现在的医学的科技，它的演变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。由于周星驰曾经借用该与他一同唱歌，但是星爷谦称只是开玩笑而已。我刚刚也跟周星驰周爷开了一个玩笑，因为他说他最强项就是唱歌，然后我说好极了，如果周星驰上来唱一首歌的话，那我一定捐钱给他，我捐10块钱给他。我会唱歌啊，啊？不知道啊。王杰说可以捐款给你吗？如果你唱歌。不，我刚刚是开玩笑啊。唱歌当然是他唱，但是如果我在他旁边唱得不好也没什么关系，是应该的。王杰即将接拍电影《车神传说》，女主角包括了莫文蔚以及度假回港明显胖了许多的邵美琪。对于这部电影，王杰期望甚高。我也会好好的去把这部戏演好。当然，电影有时候来讲是很难讲的。像这种戏，可能我想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小小的意外，那是可能会难免不了的。不过你相信我，应该绝对可以没问题的。娱乐新闻。